士是香港海士维德电器旗下品牌，专注高端烘焙家电6年，从事家电行业10年，产品主要出口欧洲、北美等国家。2008年，青岛汉尚成立，负责海事产品在大陆地区的营销，力求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烘焙家电品牌。当你第一次接触到 HM750 时，你会发现它完全有理由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作为中国厨师机第一品牌，在研发这款产品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出发，设计全新厨师机产品，通过与著名的美食家、专业级厨师和众多的美食爱好者沟通，分析总结他们的使用习惯和功能需求，来打造这台全新的 HM750。 在应用设计上，我们延续了传统厨师机的三大基础功能：和面功能，超高效率的和面，快速出磨，让糕点达到最佳口感，再也不用费时费力的揉面；搅拌功能，可以实现迅速搅拌和混合多种食材的功能，是美食玩家的好搭档；打蛋功能，安装打蛋笼可以快速打发西点材料，是制作烘焙的好帮手。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更高效的行星运行轨迹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同时新增6大扩展功能配件，蔬菜料理配件，为了保持美食的口感，高精密度切片，使每一片食材都精准保持在2.5毫米，同时需要精确控制切丝配件的口径。为此，我们为它配备了全新的2.5毫米和4.5毫米的不同切丝口径配件，可以在保持口感的同时增加更多样的选择。绞肉配件，通过调查发现，中国人对于肉类的喜爱超乎我们的想象，4毫米和8毫米的不同绞肉口径，可以完美满足家庭制作丸子、水饺、包子等的丰富需求。灌肠配件，同时配备的灌肠配件让你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完成灌肠制作。原汁配件，这次我们还创新性地设计了原汁压榨配件，配合高精度齿轮箱，完美实现每分钟50转的超低速压榨功能，保持了水果蔬菜的每一滴营养，同时配合8档无极变速调节功能，可以根据不同的食材选取更适合的速度，达到更完美的口感。压面配件，作为一款专业级的厨师机产品，我们为此加入了超级强大的面食制作配件，面皮作为面食制作的基础，对于口感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为了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制作方式的需求，我们设计了可以实时调节制作8种不同厚度的面皮配件，满足家庭制作包子、水饺、馄饨、锅贴、馅饼、火烧等各类面食需求。面条配件，HM750 同时配备了1.5毫米和6毫米2种不同宽度的面条配件，通过组合使用，可以制作16种不同粗细的面条，几乎涵盖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任何种类的面条。HM750 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，来自于它1000瓦高性能交流电机和德国高精度粉末冶金齿轮。电机设计和制作必须要非常精良，我们采用德国进口铜线，引进德国高精度的加工工艺，保证了它比任何同级产品都强大。HM750 还成功地解决了行业产品工作声音的难点。德国高精度粉末冶金传动齿轮配合5位立体硅胶吸盘，牢牢抓住接触面板，取得将噪音控制到75分贝骄人成绩。HM750 的外观设计是我们一次重大的突破，除了实际使用时的出色体验，外壳质感也是成就 HM750 独特气质的重要因素。我们对于外壳材料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新。HM750 创新性地采用了全新的高强度食品级塑料，搅拌桶采用日本进口304食品级拉丝不锈钢，时尚大气，坚固耐用，又真正保障了食品的安全。
同时我们一改以往的黑白灰色调，采用中国红做主色调，让 HM750 整体色彩更加鲜艳，造型更加时尚。第一次看到海狮的 HM750 厨师机，就被它时尚的外观造型深深的吸引了。随着更多的了解，知道它有那么多强大的功能，我已经爱不释手了。自己一直喜欢做烘焙，可是用手和面、揉面真的太麻烦了，还有打发蛋白和奶油更是费时费力，效果也不满意。有了这台 HM750， 才真正解放了我的双手。喜欢美食就少不了各种的工具电器，家里不知什么时候就添置了各种厨房小电器，比如榨汁机、切菜机、面条机、原汁机，满满一堆。一堆机器的活，一台厨师机就能完成了。自从有了 HM750 厨师机，绞肉做馅这么轻松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工作的时候声音特别小，就算宝宝睡着了也不会吵醒它。现在海狮 HM750 厨师机已经真正成为我们家的贴心好帮手。